定係虛啊？你唔係因為公司嘅外面咧係凍過裏面嘅，咁啊頭先我冇著著嘅，再加上我食咗一碗嘅呢一個千多冰，咬曬啲冰，哇！我成個人而家我喺台嘅呢一邊係夏天咁，你台另外一邊係冬天咁樣，你係燥熱，好混淆啦。点嘈啊！我出去咧，我本来想静静地食餐饭嘅，话个翁就嚟，即系阿 Daniel 又嚟，我就讲我今日见到一个心意嘅女仔，我觉得对方对我都好似有啲意思。嗱，你唔好乱咁讲啊！人哋分分钟咧呢个爱情咧可以发芽嘅，跟住俾我哋讲下讲下又踩死咗。你知佢同我讲咧，Daniel 同我讲欣赏对方咩冇？才华、谈吐。唉，所以点样啦？爱情 Love One Night 咧，俾佢做我都唔知啱定错，仲有冇搞一个单元嘅？有。咁啊，当然希望如果觉得啱嘅话咧，佢嘅 feeling 又啱，对方又啱嘅话，咁就试下俾我哋睇下啦。都好嘅 ，OK。但系咧，听日我同阿明咧，咁啊就晨早咧就会翻到你公司嘅啦。冇错。听日九点咧，我哋有个毕业典礼啦，咁啊就系分别嘅呢个欢送会啊。Last day。系啦，咁啊就听日睇下点样咯，我就唔会喊噶啦，我而家讲定先。哎呀，等我咧就准备一下手机嘅嗰个 storage 啊。会啦，因为我哋 OK， 如果大众知嘅话就一个星期啦，咁我哋知都知好耐啦。嗯，我唔知哦。我扮嘢啊，我同你讲下。我最后先知我吓。所以听日九点我哋有 Facebook Live 啦，然之后我同阿明咧都会喺现场啦，我哋就咁啊，开开心心咁样。系啦。送啊潘碧玲离开呢个 Astro 嘅大门口。系。就希望佢飞黄腾达。系嗰阵时咧，喺公布嘅时候，我喺呢个 FB Live 嘅时候咧，我有留言啦，我写咗三个字啊，江湖见咁样。好嘅，听日咧，我哋九点咧就 on air 同埋 FB Live 见，我系袁嘉嘉，我系职业出名，我哋散。My Young Channel 系由 Honda 为你呈现，同埋 Honda City 可享总值5000 ringgit 奖赏，即可到邻近嘅 Honda 授权经销商了解更多，需符合条规。周末和假期不知道怎么过，那就注意注意，快要邀请你参加 Legoland Splash Carnival 这一次的泼水嘉年华活动，将会从7月4号到8月4号早上10点到晚上6点，有超过13种活动等着你，包括了 DJ Beach Party 和水地后的 Aqua Zumba and Splash Dance。周末还有 Lego All Stars 3游行，还有少不了 Legoland 的 Lego Breakfast。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一系列的工作坊和积木课程哦。现在订购门票有28%折扣，快到官网 www.legoland.com 的 my 购票吧。他很会唱。他都一样了，他们要来马来西亚了，还要一起开演唱会。演唱会，那一位媒体伙伴 Star Fortress 主办 Ella 陈嘉桦以及维里安 Powerhouse Live Concert 两人世界演唱会，8月24号星期六傍晚6点在云顶世界云星剧场举行。马上上到 rwkending.com 以及 mydogbookmyshow.com 浏览购票详情吧。更多你期待的演唱会都在麦好安。Eucerin 与皮肤专科 Benji Cho 一起揭开淡斑成分 Thiamido 的秘密。为什么 Eucerin Spotless Brightening Booster Serum 可以有效地减少黑斑呢？那个 serum 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含有 Thiamido 排名第一的淡斑成分，它可以从根源上减少所有黑斑。研究证明 Thiamido 比 Vitamin C、Niacinamide 等更加有效，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立即拥有 Eucerin 独家 Thiamido， 高达38%折扣，只在 Watson 与 Guardian。佢咁过分，我今次唔会咁容易就算数咯。如果真系在意人或者关系，其实冇必要针锋相对、恶言相向，咁样只会将人越推越远。学识认错，讲对唔住，唔代表你输咗，而系你明白比起对错，嗰段关系更加重要。而学识宽恕他人，亦都代表住你愿意放过别人，放过自己。Mike 同你一齐 #MZB365，让我哋一齐以仁爱对抗仇恨。在长大过程中，我们总是为了人际关系或者是工作过程中，你会不断的训练自己变得更圆滑一点。可是 Rebecca 她就是一个这么扭捏她做不到，因为她心里面美，然后她又
想要突破那个自卑，假装自信，到最后其实对的一塌糊涂。这个世界上肯定有很多人就像是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剧里头的 Rebecca， 但是麦饭人气王徐伟宁要跟你说，不要质疑自己，不要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幸福，你应该多喜欢自己，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麦掌握全球最流行、全世界最 hit 的英文单曲，都在 My Top Ten Singles。每个星期六晚上11点，约定你一起倒数每周热度最高的英文歌曲。马上上到 My.com 的 My 为你最爱的歌曲投票，让他们成为每周最强的 My Top Ten Singles。麦好玩。由 Jurassic World 制作团队所打造 Daisy Edgar Jones 和 Glenn Powell 主演的经典灾难电影全新篇章 Twisters 回归。女主角在大学时期追逐风暴经历灾难性的龙卷风事件。为了测试一套全新追踪系统，他再次回到龙卷风重灾区。准备到戏院感受一幕幕惊心动魄追风的刺激，即去到 My.com 同埋 Shock App 参加游戏，你就可以赢取4张 Twisters 电影特别放映会邀请函。详情条规以及声音授权，浏览 My 网站。Twisters 7月17号全网刺激上映。一起来听听下个小时有什么好歌。你知不知道呢今晚做什么那个爱情 Love All Night 跟我说今天呢他见到一个心仪的对象。是。Daniel说我觉得对方对我都有意思。我以为他你不傻啦。我现在想说周杰伦甜甜的。有汪苏泷的万有引力那不要 sensual 啊麻烦。不然就会变成这首歌。悲伤这个小时还是暗恋有一种悲伤。敲班给今天看到心仪对象的黄振宇麦好玩。今天开心难过生活起起落落，麦全天候为你量身打造 playlist， 和你一起好玩度过。麦大事件是由 Prado 为你呈现，体验 Prado Ativa 的驾驶乐趣，拥有一辆时尚、舒适和先进技术的 SUV， 今天就来试驾吧。高产慈善基金113 COSAN 将于7月13和14日举办第五届健康与安全嘉年华，当天设有免费身体检查、健康与安全讲座会、捐血运动及一系列精彩活动让大家参与，主要是为了提倡广大民众对于健康与安全的意识。另外随着政府落实柴油价格自由浮动政策，政府也通过昌明补贴计划 Budi Madani 协助人民减轻生活负担，你可到 budi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并提交申请。你好，我是麦今晚做什么的 Daniel 黄振宇。更多活动详情或分享你的活动，请浏览 Madcon 的 麦，点击麦大事件。Pro Duo Asia 流线型设计，节能高效，绝对是你市区驾驶的好拍档。今天就到临近的 Pro Duo 查询。麦好玩，麦我要讲嘢，唔讲嘢啊！嗰日咧，我哋嘅 producer Oliver 佢就 send 咗一篇文去 group chat， 我就马上回佢，做咩讲我？因为佢讲紧咧现代人啊，太中意用 emoji， 即系嗰啲表情包咧，乜用到咧就失去咗呢个语言能力。系噶系噶，我都咁觉得噶，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甚至乎你唔好想同呢个人继续倾落去，或者系讲嘢，你就 send 一扎 emoji 俾佢，应酬下咯。我承认有时候我真的这样的。我自己的时候用 emoji 的最喜欢用是什么呢？最公用的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用这个 emoji 的，就 OK。 因为我自己呢整了一个好像那些表情歌 sticker 的 OK、喂嬲啊 OK。 现在这个 sticker 可以自己把自己的照片都是 sticker 嘛，但我现在针对的是 emoji 表情包啦、我都是用的，如果我用 emoji 我都是用 OK 的。我自己很喜欢用表情包的。 emoji 对我来说还是一个终止 conversation 的好方法。好像欣正话说你你成日又不好意思，即是又不好意思说、我们不谈了或者我忙了，那我 send 个 emoji 给你就差不多是知道我们要结束这个对话。大家明白了吗？那我们就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今时今日的 emoji 是不是已经能够代替你想要表达的情绪，甚至乎用代替文字？因为现在有些越来越词穷，因为你第一
你自己本身嗰啲 vocab 都唔係識好多㗎啦，係嘛？再加埋你又唔知點表達咧，哇，更加難，唯有用 emoji 代替，係咪咁？我認同喎、哦，因為我覺得文字哦，有時候是沒有温度的，嗯，即係你講到盡咧，大家可能都唔明啊，嗯、啊，呢、這個時候你又唔方便用 voice message 嘅話，你 send 一隻 emoji 俾佢，佢就感受到你嘅温暖同埋温度。我掉翻轉啦，佢會感受到我 frustrated 喎，frustration sorry。OK， 所以我至中意用嘅 emoji 啦，林生係 OK 啦，係嘛、嗯？我至中意咧就係、是、用 love 或者係用嗰個太陽嘅，嗯，啊、即係最萬能嘅，你覺得？係啊係啊，因為萬能同埋中意係兩回事嚟㗎，萬能嘅即係話咧，就好似我哋馬來西亞人成日用呢個字嘅哇撈，哇撈，佢就能夠代表好多情緒㗎啦嘛。我覺得最萬能是 love、嗯、林生是 OK 我是 love 我最近用得比較頻繁和覺得萬能的就是用了那隻 emoji 你看它瞓在打斜粉它入面好像在水裡面但其實它是用了的那隻其實能代表什麼呢可以代表、啊、我成了啦或者我頂你不順啦是啦或者是啦有少少反白眼的那個情緒的okay, 那不同階段你會喜歡用不同的 emoji 的不知道这个阶段你最喜欢用什么 emoji 呢最常用的 emoji 我有两个一个是冚住眼的一个有开少少眼看那只那个是最常用的还有一个是两个眼大大跟住那个嘴是一条线的都是最常用的一个是代表很无奈一个代表是我不想听啊我不知道啊我最近喜欢用的 emoji 是那只红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是不是因为都是对方闹的我不 happy 的我之下是不是我最尾生呢個心嘅話，係咪佢記住唔到咗嘅？佢真係嬲唔到我咗嘅。So 好多嘢就係用呢個紅心嚟斷絕咗。喺 B 開心撳跟，我全部用呢個紅心，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我嘅用心。星期一至五早上八點，大家一齊嚟講嘢。